伊拉克于1932年独立，以石油资源开发为主，促进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特别是在萨达姆执政时期，人民的生活的水平非常高。在1980年，伊拉克的人均年收入在6000美元左右。1990年，伊拉克的 GDP 约1798.86 亿美元。虽然进行了8年的两伊战争，但当时伊拉克的经济水平处于欧洲国家水平，但人均都很富裕，人均在3500美元以上。在萨达姆执政时期，国民生活水平较高，全体公民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免费的住房。然而2001年一切美好都打破了，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了伊拉克，使伊拉克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萨达姆带着大量的美军开始了逃亡生涯。萨达姆是一个十足的黄金爱好者，萨达姆酷爱黄金，他自己用的物件基本都是黄金造，他拥有最多的是黄金而不是美金。美国大兵和反政府力量追逃萨达姆时，携带黄金几乎不可能。在逃跑时，萨达姆并没有带走他钟爱的黄金，只是带了大量便于携带的美金，而他的那些收藏品就全部留在了他所居住的宫殿里了。在伊拉克战争还没有爆发前，萨达姆家中有大量的黄金块及超多的黄金收藏品。在他众多的黄金收藏品中，还有好几把黄金制的 AK-47 步枪。但是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伊拉克民众发现放在萨达姆宫殿里的所有金块及收藏品都不翼而飞了。当然消失的还包括那几把纯金制的 AK-47 步枪。伊拉克向美军讨要这些财产，因为只有美军在攻打伊拉克时曾进入过这所宫殿。战后的伊拉克急需这些黄金来重建自己家园，但是美国却表示他们并没有见过这些黄金，还曾推脱讲可能是伊拉克本国的民众趁乱把黄金拿走的。这样的说辞伊拉克政府怎么会相信？后来美军又表示拿走那些黄金是士兵个人行为，跟军队无关，当然军队也无权干涉。不过十几年后，美国又主动把那几把 AK-47 步枪归还给了伊拉克，由此想必大家可以看出当初的黄金到底去了哪里。根据战后粗略统计，美军账面上显示的一共在伊拉克搜缴出折合9000多亿美元的财物，这只是账面上的粗略统计。美国在2016年的全年军费也6000多亿美元。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